喂，乔，你怎么还没回来？快到小区了，有点事情耽搁了，先不跟你说了。分手以后这么久没见，你没怎么变呀？还是什么都自己扛？看来现任也不怎么样嘛。只是从没有被好好爱过，所以总觉得不能麻烦别人。喂，天一，你能来接我一下吗？我脚扭了。这么严重吗？完全不能沾地？也不是，我……那你就自己打车回去呗，我还有事儿。曾经的这些，让我下意识觉得，没有什么人可以被自己所依赖。小周的男朋友送她的连衣裙好漂亮啊，等咱们周年的时候你也送我这个吧。小周身材多好啊，再看看你，穿得出来吗？那些不被重视的瞬间，甚至让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别人的好。这个月房租该交了，你什么时候转你那份？你不是说给我一点找工作的过渡期吗？我不是给过你一周了吗？这周晚餐都是我付的，现在连房租也要我来吗？你赶紧找朋友借借吧。更让我明白，不要有过高的期望，就不会有太大的失望。毕竟在这个虚情假意的年代，又有谁会带着真心而来呢？行了，你就是把手机看出花来他也不会来的，赶紧赔钱吧。小乔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听出你语气不对啊。没事，剩下的交给我处理。可我忘了，他是不一样的。来。